那么看来，这怎么不是跟踪者就是工程师呢？干哈呀这一天？而且每次老搁这个地方。猴哥，猴哥。好，你先走。一边叫一边跑是什么意思？没刀不参战，我就在这里，就远远的围观。没刀啊！马可以不？啊，王爷这边那个报了警啊，然后这个是在医疗室跟保安室中间过道这边躺着一具耗子的尸体啊，是可以看得见的，好吧？然后的话，你们看一下当时是谁先出的娱乐室，或者说是最后来到娱乐室的，好吧？我这边过。王爷刀到加拿大了。很快啊，我是当着那个大家在饭堂那么多人吧，我说我和大家去登对身份了，我们刚走到那个传言书准备对的时候就报警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王爷是不是到加拿大了啊，或者是吃到加拿大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盘过，全票打飞王爷啊，这个耗子一上来就直接去单走了，你这王爷就在加拿大叨到了耗子呀，打王爷过。我跟王爷复活在桥梁，然后我们到了娱乐室之后，太医一句话没刀的闪开，我跟西恩你麻溜的就跑到那个通信间那边去了啊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过。 OK， 有一张机票，哎，目的地加拿大，航班马上起飞，请王爷先生尽快登票，谢谢，过。先发言，我还能保一个人啊，猪猪，叔叔，我们旁边是有猪猪公主从下边上来的，好吧，我们三个人不开个刀过。啊，全票打飞王爷，估计是就是答辩了啊，过。哦，那就发现我能保的是太医啊，我们在那个拍饭那里他没过来，我也没靠近他，我俩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在饭堂内罚站。然后我记得当时饭堂里面最后一个走的是娜娜，往那个娱乐室往上走了，那应该出王爷吧，应该没错吧，过。王爷肯定是刀到了加拿大，应该是，然后我没刀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就不参战了，我就往上面走了，刚刚走然后就报警了，他依旧留在了这个开饭的地方，王爷你怎么都要走了，要不你猜一手太医吧，要不你猜个正义，他肯定有刀啊，不啊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家人们，我搁那吓人的，这没想到都被吓跑了嘛，说是 Lucky 跟不不不他们贴着个娱乐室墙边边，我没刀，我没刀，我就围着那个桌子转，哦，我在捣刀呢。那这把肯定是打飞王爷嘛，好吧，我开玩笑的，没刀，没刀，过了过了。这轮出王爷没问题，但是啊，我估计这王爷应该像个鹈鹕，狼人应该是抱团走来刀人。那么如果出完鹈鹕狼人三刀，我们还是很不好赢的，所以我们要盘下的狼人是谁。那么太医刚才他说没刀的全部走开，进来他以后他又没刀，什么人会说谎？狼人。下一轮看住这个太医，直接拉铃出他也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过。鹈鹕一言，狼人知道我是鹈鹕，所以十八位跟何呆呆在我这边不做好，我这边过。这波开饭很齐哦，人都很齐，发言都很齐，感谢王爷啊！这波发言很齐了，凝聚力18，我都服了，我们这边都没开刀。何呆呆和猴哥，哎，走走，我不带刀，不带刀走就有什么用？不带刀走开呀，哎，那我不来，怎么走？不用走，不用走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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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爷真是个鹈鹕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别贴啊，谁别贴我，谁贴我我直接应急反应，别贴我，谁贴我我直接应急反应，输输输输输，我去，哎，你看这啥呢，猪猪追着太医说这个时候太医啊还搁那演，好像是想把我刀了喂给这个猪猪吃，然后他俩贴在一起，我心想他俩应该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就随便咔嚓了一个刀了这个猪猪，我就报警，我想出太医，这个时候还要拉着这个猪猪去哪呢，你去你直接领着猪猪上饭堂给他当众给他嘎了不就完事了，还要把他往外领，你太医是什么好牌，我投太医过。哼， Lucky 你发言你没发现大家都没说话吗，都在笑呢，
我是狼人，你把我说的话都说了。我在这个娱乐室这边往这个医疗室上面走的时候啊，碰到了这个猪猪公主跟你啊，这个猪猪跑过来说 Lucky 就是他就是他，你为什么不动刀啊？我的 CD 已经好了，你不刀啊？拉奇，你是装傻吧？拉奇，哼，把这个猪猪刀了，搁这搞这些，全票打飞王拉奇，他装着我当着我的面就把猪猪刀了来脏我，脏不动。那他这完全聊爆了呀！猪猪公主是秃鹫啊 ，Lucky 是那个狼人啊，对吧？他把猪猪刀了，哦不对，嗯，很烦 ，Lucky 全票打飞 Lucky。哦，你 CD 还没好，那就全票打废太医。他都没想好他怎么编的，编一半编不下去了。啊 ？OK， 投太医过。投太医啊！我和何呆呆全程在一起，第六轮复活，我和范范也在一起。是你们下面动的刀，徒弟你应该也没看到吧？下面是谁开的刀？那听这么一说的话，是太医啊。是吧？然后就没有别的信息啊，我只有和何丹那边视野是看不到的。过，不发言，那太医他应该就是个专杀。然后本来呢，我跟叔叔还在说，猴哥会不会是个狼？他怎么能知道王爷是个鹈鹕？那猴哥上一把他还踩了太医，说太医说谎在找身份。那我。还能认猴哥哥好，我们全票打飞这个太医是猪过。出太医没问题，然后呢，惠娜娜也有人，不是，反正有一个人动了惠娜娜这一刀啊。我先不说，我看他应该会自己出来说的，其他的没了，过。为什么不说？四个狼已经开了一枪了，对不对？霍爹爹跟十八岁以 BZ 上一波在一起互相报过身份，然后。十八岁说自己带刀，然后我自己看着我一张带刀牌，然后太医这一波肯定全被打飞。如果 Lucky 是好刀被枪死，那刚刚那一波是西恩姐动刀嘎了一个。我想听一下西恩姐怎么说，这一波肯定先全票打飞太医，不分票过。先打飞太医哦，然后，那么我进去，人是我刀的，但是。我得问你们俩是什么刀 ，OK 吗？过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，说没听懂。敌人不是个好啊，就是带刀不是有三个吗？太医猪猪坏人的，不是？对，带刀好多，一边带十八包身份。那你想想，你都不倒牌，我是啥坏刀？你还用啊？谁知道你会不会养我猪？来，我跟十。走，有没有刀啊？把西恩刀了吧，把西恩刀了吧。没有，你们就拍零。我软刀子，我软刀子，我复仇，我复仇，我复仇。到十八岁，到十八岁，十八岁是狼，他跟我撞了，他跟我撞了，十八岁是狼，他跟我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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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，刀完不拍景，这不是那啥了？好，那么游戏应该是结束了。现在是四个人，那就投西恩。西恩肯定是定狼，然后十八 Z 也是一匹定狼，然后何呆呆就这么地儿吧，不给这个西恩太多信息，随便聚一个过。出西恩，出西恩，面刀了，过。出西恩，出西恩，过。猴哥，我先说一下，首先我没有带狙。你是跟踪者，叔叔小狼狗，复仇者，清清爽爽。可惜呀，十八岁你死了，我为什么是跟踪者呀？不然我拒了两条命啊！巨难走过。嗯，为什么我是跟踪者？我见你也完了都。哦，我说我为什么是跟踪者，你也能知道这么牛？我见你第一轮我就投到你，第二轮投到叔叔。嗯，好吧，行。我以为是我什么动向让他知道了呢。
我跑完了一圈，再枪一个赢了。没想到复仇战，我觉得我半只脚出院了。哎呀，出不了院。我这把不死，我刀一个你就要被狙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刀完报警狙一个都赢了。哎呦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哎呦，这把没释放猪肉啊。哎呦，我也没想到复仇还活着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复仇，但是太爷我帮你挡刀了，我帮你挡了一个刺呀，我帮你挡了一个刺呀，个刺八绝对要去刺你，他绝对要去刺你，你信不信？就是咬我大刺，他绝对要去刺你，我个加拿大，我刺。何呆呆，你什么身份？哦，猴哥，我是跟风者电台、哦。你是什么？那好吧，那我去修复一首广播。啊，你是什么？你给我报啊！我好带，不会是个狼吧？你啊，行 ，OK， 好带，我信你。我跟你。他一翻译。我卡了吗？好像是他卡了。不知道啊。卡了吧应该。是不是卡了？真的卡了？怎么是不是卡了？我说了，我出去单走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多人都听到了，我出去单走了。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，我刚出这个饭堂，我就当到了 Agent 的尸体。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，我在饭堂当着那么多面，你们可以证明的吧？我是单走牌啊！我求你们，刺客，你把我去了吧！我是加拿大，我说了，我去单走了，我去单走了啊！我单走去了，我刚出这个饭堂，啪就偷到了 N， 就趟到了 N 姐的尸体。我知道你们在笑我小丑，但是真的，我是加拿大，行不行？真的不要出我，我是加拿大，我趟到了 N 姐的尸体，我过了。我笑死我，卡完了，我的蹦迪一样，这个界面，我的妈呀！红绿灯，对呀，我在感觉。浩哥，我跟浩哥，我就跟我是鹅，我是鹅，我是鹅。十八禁为什么不笑？十八禁，魏娜娜是鹅，不是我。十八禁不笑是吧？十八禁，十八禁是不笑，不是喜欢不笑。谁？我。我大概哦，很硬气。当着我们大家的面，当时有布布，有呆呆，有娜娜，有猴哥，然后很硬气的直接上来质问说 EBV 你为什么不笑，然后然后就直接收一刀落刀完就跑。猴哥听你狡辩过谁啊，谁刀的 EBV 啊，你为什么不笑？还行，过了不在现场过一下。我复活跟 EBG 一起的，他搁那认真的说，哦，鹈鹕种的，他搁那认真的思考，他都没笑，我进去还在那里嘎嘎笑，我撒丫子就跑，我说你为啥不笑？然后猴哥过去就把这个 EBG 就给他嘎了，听猴哥怎么说，过。猴哥，给大家一个解释，过。猴哥给大家一个解释，稍微等一下，上一把。猪猪在娱乐室呢，就是我在右上角站着，猪猪直接往我这边来了，然后结果突然派遣了猪猪，哎，我当时怀疑猪猪想动我刀啊，这一把我又在娱乐室没有看到猪猪，所以说我觉得猪猪可能不好。哇，那你怀疑应该是怀疑对了，那据我的推断，那猪猪应该就是狼。我为什么到十八阵呢？因为拉奇跟十八阵过来，然后拉奇说，十八阵你为什么不笑？我说十八阵你不笑他吧，我咔就给他一刀，给完他一刀我跑，我哇，猴哥，那
我这边的话能保的是耗子，然后苏苏和娜娜，啊，他们全程都在跟我一起都在娱乐。为什么不秀？好吧，那这边听那个，布布，布布也在，布布也在，那也可以听布布这边归票，苏苏这边的话也可以归，我这边过。我发言，我归不出来，我的视角看着我都没看到猴哥，我还以为是娜娜杀的。那既然猴哥被拘了，那猴哥应该是个好的呀，那苏苏归个票吧，过。这么大的担子放在我身上，要不咱们就尊重猴哥的遗言把猪猪给出了，要不咱就把这个王也出了，为什么呢？哎，点票了，那就先出猪猪公主吧，过。行，晚了，现在笑。饭堂大舞台，没刀我不来，这就把我出了。耗子，你真该死啊！笑，笑了半天了，我已经忍住收回了，又开始不让我说完话了，不让我说完话。这耗子一个秃鹫。真该死啊，耗子！真该死、啊！这何呆呆也真该死啊！行，没事。我是个软刀子，没办法。咱们得。王爷刀了，何呆呆一瞬间躲进这个什么来着？反正那个下水道，哎，不知道咋形容。就在娱乐室上面，咔嚓刀了呆呆一个闪身，唰的一下钻进了下水道。你以为我看不见吗？你以为我是傻的吗？偷王爷，过。哎，有点大声。王爷，你不要跟我说何呆呆的死也是因为不孝，好吧？我不听，我这轮能把耗子和布布他们要往下面，应该是去盘身份吧，然后我就跟过去了。我是鹅，过。耗子发言，我王拉奇可不是傻瓜，欧尼王爷过。王爷这边发言，我刀和呆呆的理由，因为他是绿色的，我看到绿色就跟牛看到了红色是一个道理啊！我要忍不住，我就直接给他刀了。我觉得他不像个好人，我好人带刀，我过。有故事。我去你的！我铁把耗子会娜娜过。我王拉奇可不是傻瓜，我王拉奇了呀，没有奇胡了吗？那不太医吗？啊，太医，你咋？就太医不提胡吗？的快乐，他在笑死我。太医是提胡啊？秃鹫干嘛投我呀？因为我是绿色，就要嘎我是吧？秃鹫他在享受正义的快乐。啊？猴哥，为什么你好刀嘎完就跑啊？跑，我怕别人补刀，我怕把我嘎了。行，马上就要嘎一个，紧张。哦，不一定，他不敢出。哎，结束了吗？这也敢打？你享受出狼的快乐吗？你出这个至于吗？你刚刚想打我？我不理你，刚刚想打我，我没有想刀你啊，什么想刀你？有人报警了，我 A 了一下，你这背后你 A 啥呀 ？A 呀，你那个动作直接往我这边奔过来了，我不知道呀，哎、我靠！行，你开心就好。你就想刀我？你开心就好。对，刀子都已经回我脖子上了。想刀你，被害妄想症，耗子抱被害妄想症。真的被害妄想症。哎呀，我要上路了。哇，安姐，我真的，你真的吗？吃你之前，我端饭堂。不急，我怎么老在这里复活呀？这位置跟我有缘是吧？他走去了，太医拿走去了，要打我来的。谁说要刀我？我去！何呆呆，何呆呆，太医，
知道的，你们都知道对不对？我跟这么多人说了对不对？恩姐猪猪，我都说了，我去南充了，我去南充了。这上把我是提货去了加拿大，这是大家已经都知道的事情。我这把还可能是提货吗？好，就算我是，不对，不是，就是我怎么可能说又是提货又去了加拿大呢？对不对？打一个逻辑，这个概率不可能。啊！不要管我，打一把。豪盘，这不用你我这一点吧，不要好了，好没完了吧，听我。哭好吗？别哭好吗？别哭好吗？啊！把我击掉吧！不是，可以耗子都死不盘了。你我看过，这还有一刀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耗子铁狼走的，他的走位我抿到了。哼，他不是狼，我就是猪。你太阴，你还差一把，我最高纪录是连续三把加拿大。猪猪公主挺好，猪猪公主挺好，挺好。这位置就是我必须出生的位置是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王爷又拉狼了。我今天的猪猪公主觉得挺好，我把有问题，可以，全部让开，直接站。了，王爷去做狼任务了，王爷去做狼任务了，王爷去做狼任务了。这猴哥，刀错了啊！我本来要带何呆呆，但是刀错了，刀了叔叔小狼狗，问题不大啊。何呆呆是静音狼，上把把我静音了，然后何呆呆把我静音完以后，在娱乐室里边开了一刀，没人说是不是？我来说，全票打飞何呆呆，这叔叔小狼狗，我估计是刀对了啊，问题不大，我没死，全票打飞何呆呆啊！上轮我被静音了。哇，王爷这边那个跟苏苏小狼狗在桥梁这边复活，然后进了娱乐室，好吧，然后后来我就往上走，然后我单走，不要说我做的关灯啊，跟我没关系啊，那个灯关的时间跟我不可能那么快吧，对是不对？然后当时在路上有遇到过18Z是往娱乐室那个方向过道走的，我是往左边走的，然后关灯了之后，然后马上就报警了，好吧，我这边过。是，你是做不了关灯，因为你想做关灯，但是你狼队友做完了。对是不对？好吧，我感觉出完王也应该是结束，他很喜欢去做那个关灯，知道吧？大家都在娱乐室，已知加拿大死了，那你往那边走是去干嘛？对吧？那处理王也应该是没问题啊。过，不不发言，先不分票，全票打飞何呆呆。十八这为什么分票啊？全票打飞何呆呆。过。孙悟空，你这只泼猴。听我说，先不要点票，好人先不要点票。首先上一波猪猪公主说嘎耗子，耗子铁坏，然后我铁保猪猪公主。这一波登关之前啊，先是有人在那个饭堂喊着王也是坏人，他去做关灯任务，一个人往左边走。那么已知上一波鹈鹕已经被投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去跳票，那个票型他也应该是只鹈鹕走的。然后呢，加拿大乙嘎，那你王爷凭什么在第二轮去单走？那么王爷唯一只定狼牌。然后关灯之前，大家在喊那个王爷单走去做狼任务之前，就是在关灯那一刹那，猴哥直接说全部闪开。追着我就来了，我当时直接我看情形不对，他铁坏嘛，我肯定直接跑吧。他为铁坏，你为什么能直接说你拿到了苏苏小狼狗，对是不对？猴哥这一波应该是你要么是自刀自爆，要么你可能是，我猜你是什么，我猜你可能是那把的那种刀的苏苏，反正是主动刀嘛。猪猪公主我这边铁保的，我一开始上了我就说了，我跟猪猪公主站边。不可能投我，要打飞也是打飞王爷这张定狼牌，可能猴哥晕了过。先发言，第一波我跟着他一屁股后面，他又去单了，我就觉得不对，灰大大在他前面，他又把灰大大，吃了，立马就报警，所以我才笑。这一波我又没看见谁动刀的，我也不知道啥情况。你们，既然你们何呆呆和猪猪站边，我拉起跪个票，压力给到你。Lucky 过，好，听我分析。
因为上一把的秃鹫帮好人玩，这一把我秃鹫也帮好人玩。我一开始抿到了耗子是狼，何呆呆刀了他，何呆呆是好人带刀。猴哥以为何呆呆是坏人，想去刀何呆呆，刀错人了。猴哥也可能是好人带刀。那么这把我们出谁呢？王爷。关灯任务是谁做的吗？王爷好不了一点，你还帮我们好人。就是做了关灯任务的那一张。我都点完票了，你还给我分？王爷给我打飞，铁狼一个，挂。你真可惜哦，我投王爷。但是我投了呆呆了呀，前面不是我分票了吗？对呀、啊，都已经没事，好人带刀去刀王爷。完了，没好人了。我去打王爷。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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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你警长的阵地太快了，让他俩进去搜罗。王拉奇，你也是坏的。算了，我不开了。啊！不是王爷，王爷是狼，王爷是狼，王爷是狼，我不报，我不吃。全票把这个王爷给我打飞！全票把这个王爷给我打飞！刀了我心爱的何呆呆，不，怎么就变成你心爱的何呆呆了？啊？那我弃票，投王拉奇，何呆呆为狼牌，那么王爷有必定是好刀，王爷干得漂亮，何呆呆百分之百是那个静音狼，首先他贴我了把我静音，其次他在开饭之前上一轮他刀了一个，所以根本没用，这轮王爷铁好人啊，铁好人，王爷肯定不是狼，那在我这里拉奇就是狼，好吧，西恩可以归个票，过。猪猪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其实，你在我这边就像一个可爱的妹妹，所以，你弃票了吗？我弃票了，过。没有中计了吧？铁虎死了，然后秃鹫是猪猪。没有呆呆鸟了吧？出王爷啊，过。有呆呆鸟，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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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忍着不吃，你得报警了。不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猴哥，你这是何呆呆不是狼？真的说不过去了，猴哥。何呆呆为什么能不是狼？何呆呆为什么不是狼？你让猪猪给。不是何呆呆为什么不是狼啊？王爷给他刀了，王爷给他刀了，那王爷不警长吗？不是，猴哥，你让猪猪公主给你吃了百斤。猴哥，我都忍着不吃了。猴哥，猪，哎，好吧，啊，视角不同，问题不大，走。猪拉起来，猪拉起来，别去，猪拉起来。啊，我跟着猴哥，我做任务，做任务。没事，我知道有人想开刀是吗？我拍空。做任务。哎呀，刀错了，啊、我想喂猪猪的，刀错了，喂猪猪。我拍的景，何呆呆怎么能不是狼呢？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何呆呆他不是狼啊？首先，第一轮啊，何呆呆他算了，他不是狼就不是狼吧。不，刀的人，警长都死了，我是正义，你逗个屁！把他给我投了，过。快点票，我可能被拆了。出不不啊，过。好了，不聊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我本来想把拉奇到了，给猪猪做个信啊。那个猪猪为拉奇挡了一刀。我跟你们说，猴哥是个呆呆鸟，我们开了呆呆鸟的，我们送猴哥一马。不是他怎么能不是狼呢？他不可能不是狼啊。他开饭之前，他都耗着，他也没给理出你。这个猪猪他不是为我挡刀的，是我是肉汁啊！哦，
我的视角，我的视角不呆呆，那他肯定不是狼了呗，那他这是警长呗。是啊，呆呆是警长。哎，那为什么你把耗子刀了？猴哥，呆呆，和呆呆，我好了、哎，我都不吃你。提好，猪猪公主提好，我提。可以。你为什么警长没刀过王爷呀、啊？我还是没想刀过王爷。我变成麻了，变成了我。变成猴哥怎么了？我。我还是不太能转得过来这个事儿。和王爷铁好，和呆呆铁坏。主要是每次我说我去单走，一出饭岛八就。